为节能环保的低工程表现，以废筑美与创新科技打造无数人的前卫魅力。从 Toyota Robots Concept 采独特的 N+2+1 三排座椅设计，除了独立中置驾驶座之外，驾驶座后方配置 U 字型背沙发设计，是一台风格前卫又充满未来感的都会纯电概念车。请各位看向舞台右手边，为您介绍为短期而生的 AI 自动驾驶氢燃料电池概念车 Toyota Quiet-Comfort-Ride Concept。 Toyota Quiet-Comfort-Ride Concept 的设计理念是透过先进科技实现无碳排放的未来移动社会，其 Fuel Cell 氢燃料电池最大续航力可达1000公里，即便氢燃料见底也仅需3分钟便能补足，并且在能源转换过程中仅产生 H2O 水分子。三十型车厢外面结合3450mm 超长轴距以及2+2+2的超弹性座舱设计，让 Quiet-Comfort-Ride Concept 除了创造节能零碳组，更拥有超大的车室空间。为各位介绍以传奇为名因竞技而生的 Toyota G2 Super Racing Concept。 Toyota Gazoo Racing 是丰田汽车旗下为竞技而生的品牌，致力打造具有驾驭乐趣的车辆，更积极参与多项世界级汽车赛事，近几年捷报频传，2008年首次拿下意外24小时耐久赛胜利，同年尝试夺得 WRC 世界拉力锦标赛场队总冠军，2019年获得达卡拉力赛汽车总冠军，并再度卫冕意大利24小时耐久赛首席宝座。现场展示的 Toyota G2 Super Racing Concept 即是 Toyota Gazoo Racing 所打造的原型车，车身采用高强度轻量化之混合材质，霸气外形，侵略感十足，充分展现概念厂车的热血魅力。可以说，不论是 OMT 还是方向盘、赛车仪表板和配备，皆都为竞技赛事设计，随时可以下场比较高下。除了前卫科技的概念车之外，现场展示分为三大特色区块。首先是 G2 区域，除了 Toyota 性能车款，也展示了承接 Toyota Gazoo Racing 精神的 G2 车款，包含 Auris、G2 Supra 以及 Corolla Altis G2 Concept。接下来是 RV 休旅车区。Toyota 丰富多元的休旅车款，满足消费者各种都会或出游使用的需求，包含 Yaris Crossover、CHR、RAV4、Prado、Hilux， 以及首度亮相台湾尚未导入的功能性车款 Sienna 无止车和 Corolla Touring Sport。最后是 Hybrid 油电车区，享受纯粹驾驭乐趣的同时，也能达到节能环保。现场展示包含 Prius PHEV、Altis Hybrid、Hybrid Hybrid 以及 RAV4 Hybrid。以上是 Toyota 为各位带来的精彩演出，欢迎各位现场朋友近距离体验 Mobility for All 的未来视野。感谢各位。